个安静的角落，避开所有眼光的探索。早上好，昨晚睡得不好，做梦，大长腿给我闹了，吓死了。什么样一个情况呢？你们知道人字梯不？他脑袋一下全是腿呀，给我吓的呀！赶紧走，太吓人了。人字梯沉静了，太长太长了，好长好长。起床了。所有的过一次，我寻思着短腿好不好呀？为什么科技啊？经过多年以后，不敢不好玩。总说火啊，花花。把这电视台放到下面去。树叶呢？昨晚活动时留下的证据，小树林太可怕了，是人字梯成精了。这个是0.6米，0.6×1.7米，不行。太窄了，你要找准位置了才行。买都买来，后悔没有用了。但确实很省电，这一点让我很喜欢。落下病根呢？有没有看到长的物体啥的？会不会有心理阴影啊？回忆的结果，经过多年刻意的漂泊，面对无数陌生的。这个毯子漂亮吗？是马花花的鸭腿店，小花花的鸭腿店里。为什么？多好看呢！睡在上面非常的舒服，太好看了，少一个头都晕。就这么来，我颈椎还没事，是不是很神奇啊？坐这里看电视的时候呢，把这靠上，我应该有一个靠上的。这有个窗户非常的不好，就是我们睡家里的时候它都是没有窗户，碍事儿，非常的碍事儿。所以以后做，我觉得这两个窗户应该移到后面这种墙上，我和我都不要啊，不是钱，这个窗户3000多嘞。这是心里花开香水诉说，我只想要简单的拥有一片小小真实的天空，不要再有飘零的失落。除了拖地板，所有的家务做完了。
的爱，不能淡薄。真的发芽了，经过多真的发芽了，你看风干春天来了，今天大寒呢，马上春天就来了。绿绿的比花好看，树比花好看。好、嗯、午餐也搞定了，一会儿就送来。给我一个安静的角落，避开所有眼光的探索，寂寞是我唯一的借口。这个是懒人托梦，像个鬼啊，用洗抹布不要头，这里没有水，为什么拖得也很干净。经过多年以后，房套里用这个省水，无法解脱，钱不钱都无所谓，主要是水不够用了。就这样，它可以拖得很干净，是吧？你看，你看，就狗毛，一根毛都不剩，只要两块就够，两块纸巾。有了这个东西，连吸尘器都不要了。狗毛杀手，特别好用，又省电又省水，而且还便宜，20块钱，连拖把带4包湿纸巾，都给你了。我很喜欢用、深度清洁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再来一块啊，就彻底就一根毛都不剩了，一毛不剩。经过多年以后，风干的伤口，心痛已久。生活小妙招，你学会了吗？主要是没有水，没有电，啊，要省水省电。今天的家务彻底打扫完成，洗洗手，准备吃饭。那个球还没有来，它是什么呀？它是大了一点，套进去它那保险锁不住，这万一颠掉了，拖挂就没了，就飞出去了，太危险了。今天下午要当捕捞。